在家。这个时间大家肚子饿了吗？今天呢是全联的开箱特辑，因为最近天气就是开始转冷，所以这次呢我去逛全联，去找一些我之前都还没有喝过的汤品。它可能是新品，但也可能出了一小段时间了，但想说就是买回来尝鲜给大家看看。然后这些汤品呢都是加热就可以吃的，顺便找了几款我还没吃过的零食，然后看起来很厉害，社团又有人推荐过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来开箱吧。首先呢，第一款，这个是 Nessing 的泡芙。这一款呢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吃过，但最近就是看到有人在推荐。它的售价呢是两包49块，所以平均一包是24.5。一般来说，像益美小泡芙，它的重量一包是大概65公克，它这个一包的分量是100公克。然后这是我买巧克力跟蓝莓口味，它蓝莓这样一开，那个香味非常的明显，就是这样。其实分量蛮多的耶，先吃吃看巧克力的好了。它里面馅料算蛮多的哦，满满的哦。可是我觉得它大小是不是比益美小一点点？你还不能吃巧克力？嗯，它的巧克力是比较像榛果巧克力那一型的，不会带任何的苦。然后里面馅料真的很多，甜度有点高，吃起来爽度算蛮高的。我觉得这个价钱很可以耶，它料真的很多，它料比益美泡芙的料还爆。只是看蓝莓的，蓝莓里面就是有点淡淡的紫色，它蓝莓一打开啊，闻那个蓝莓的香气是非常重，但吃下去还好。我给你一颗，给你一颗。然后在尾韵的时候，会带有一点点微微的酸甜。这两个口味比起来，我比较喜欢巧克力一点。10分的话呢，我给它8分。我觉得它是很值得回购的东西，尤其是这个巧克力口味。下一个这个呢是普宫剥皮辣椒鸡汤，这个是放在冷冻柜里面，它就是这样一小杯，售价是49元。它的加热方式蛮简单的，就是你先退冰，或者是把它拿出来泡水之后呢，可以用这个杯子去微波，或者是你直接用大桶电锅加热。然后我退冰过了，它里面其实就长这样。那我们先拿去加热。好了，我们微波完了，里面呢其实蛮简单的，就几片剥皮辣椒，然后跟2块鸡肉，是算还蛮大块的。其实它剥皮辣椒鸡汤蛮够味的，是好喝的。然后我刚才看过它热量是144大卡，就是算冬天如果想要喝个热汤又怕胖，是算蛮好的一个选择。它肉的部分是腿肉，蛮嫩的，不过我这2块骨头都有点大，算肉的分量很空虚。但汤口是好喝的啦，10分的话呢我给它7分。下一个这个呢是老郭的蚂蚁上树，在一包售价是38元，它是用冲泡的。这个其实我看它已经出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一直还没尝鲜，然后想说这次一起来吃吃看。它打开呢其实就一块冬粉，然后跟3包调味包。等一下呢就是先泡冬粉跟它的蔬菜，之后再放佐料下去。好了，完成了老郭的蚂蚁上树，其实真的蛮快速的。它这一款
口味非常非常的重，蛮咸的，然后它是带点甜咸甜咸那种，它里面的油葱味也很明显，我觉得它很适合拿来当一个配菜配饭吃。十分的话呢，我给它六分。如果它是一道配菜的话，不是像泡面这样吃的话呢，我觉得它还 OK。然后下一个呢，这个是维力出的迷你面，它有两个口味，干的，这个是清辣风味，然后它还有一个是原味的鸡汁，这样一包售价是35块，它里面就是吃的一个小小的这样，长得很像无印良品的那个面，都会辣哦，辣辣哦。你确定你要吃吼？会辣辣哦。那个，我觉得它吃起来跟无印良品的蛮像的，很脆，鸡汁味非常非常的重。不过它不太会辣，它算是清辣风味，但只有感觉到舌尖微微的一点，好跳一下，就没了。我觉得算好吃，这个我应该会回购哎。哦，我觉得它口感很像科学面，有另外一款是脆面，比较硬一点，它口感就是像脆面这样，比科学面再硬一点点。十分的话呢，我给它8分，我觉得可以回购吃吃看。你也要讲你的评论吗？最后两款汤，这个是普丰的麻油丁酒暖暖鸡汤，之前我有吃过他们家的蒜味鸡汤，我觉得还蛮好吃的。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它这个麻油鸡的口味，售价是169元。里面是长这样，看起来姜片蛮多的，而且它用的肉啊是腿肉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这个是享成的药炖排骨，它在全联最有名的就是他们家的鸭血，然后之前有喝过它的四神汤也还 OK， 所以这次看到药炖排骨就想说买来吃吃看。它这个售价是99元，算是秀哥懂外，因为它蛮大一盒的。那我们就直接用鸳鸯锅来煮这两锅。目前看起来要炖排骨的汤比较多一点，然后另外呢，我准备面线，就是等下可以加麻油鸡。好了，我们两个都煮滚了。先吃看这个麻油鸡，姜片枸杞都有，肉的部分呢大概有5到6块左右，算切蛮大块的。它汤口是好喝，是很浓的那一种，这个浓度我觉得不用稀释，我喜欢这个浓度，但如果你觉得比较重的话可以稍微稀释一下。肉明显有比刚刚的剥皮辣椒多一点肉，然后一样很嫩，我觉得加一点面线应该蛮好吃的。169块，虽然不算很便宜，但它的料跟那个口味我觉得很 OK， 就是冬天很冷的时候蛮适合直接买来吃，就也不用再自己料理什么，然后再买一包面线。十分的话呢，我给这个鸡汤8.5分，我觉得是我会回购的。这么高？对，他，你喝一点，你来喝一点，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很香，嗯，就是那个姜的那个香味，对，我很冲，但是甜味是散发出来的。对，有的人煮麻油鸡会放很多酒，那种酒味很重，但它不会，它酒味不会很重哦。就是如果喜欢酒味很重的人，可能会觉得它酒味没有很重。那我们试试看
药炖排骨，这个是 Shop Donwa 的药炖排骨，肉也是蛮多块的，八九块哦。它的药炖排骨是比较偏甜的那一派，药炖排骨达人，来试试看，中药味也很明显，肉的话有点柴，肉有点干，肉蛮干的。它的那个甜，瞬间就散发出来了。对，你一入口就是感受到那个甜，然后接下来是中药香。对。但肉质比较普通这样，十分的话呢，我给它七分，就是算修个短袜的汤品啊。今天我个人最喜欢的汤品应该是麻油丁酒这个。好了，今天秋冬呢，简单的汤品开箱跟一些新品开箱呢，就介绍给大家。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，记得帮我按赞、按订阅，还有开铃铛哦。然后记得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最后，我知道已经有人又问我这是什么的锅子，这个问题呢，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最常被问的，到现在还是。这是 Bruno 的锅子，接下来1月1号会开团，请大家关注粉丝团，拜拜。